我就再要一个，要一个，我再要个这个，这里不有这个吗？啊，行，这个没有。这啊，这个没有。这是搁前面后边啊？那是前面。哎呀妈，我还寻思这有呢。这没有。那还有没前面了？有，你也得等一会儿。啊，要买个肘子给肘子腰了。对。啊，先把这个，这给我腰了吧。哎，寻这一腿挺有呢。哎呀妈，那都还在前腿咋的？来一个，来一个。来吧，那有尾骨，要尾骨。尾骨多少钱呢？尾骨15。啊，尾骨还比这贵呢。那贵多呢。尾骨肉多呀。尾骨好吃。尾骨香，这比这样的好。这样倒顺溜好啃，要讲香还是这个好吃。那给这几个做腰子吧，那我就不等了。这45，要不瘦点。来这一个，这个这几个新的腰。这是稍微大点的吧？超过41了，都是。这我就不懂。这都不要一路，纯黑猪都相当的好。你要哪啥排骨？啊？你要哪啥排骨？这是上面下面吧？带稍微带点肉，别都拉到那。我带肉你不合适，你要找说这肉都给你带。别不要。这啥美女？别像那个似的贴在贴到骨头上就行了。少带点。来个肘子，肘子还便宜。行不这样？他要半拉猪的。还买啥肉大姐？你说错了，这个也不错，你那好，你那不是这个肉。行，要不100块钱，姐。姐，你那是前朝肉。愿意要零钱。那我刚才那有一块五块。愿意要这样零钱。给你们来仨肉球，够意思。微信收款100元。陈姐，那你们说的要啥肉？不要买啥，11克那样的。11一个呢？对。要30斤肉。四块。要4块，没贴那样，这大概都是10斤左右。10斤左右，那我这我给你弄。你给我便宜点啊。行，少算一块。行吧，关注点。这最好的不要那瞅着成棍那样的，不要那样。这样的好，这样有毛肉。我知道有毛肉，我这给别人拿不瞅不好看。你说这样的不好看？对，我没要，就这真的，真的一画一画。这个多，这一个能多少啊？这个都有15、16斤。这个啊，15、16斤啊，不太多呀，是吧？那是正好10斤。完那就比如那个后边。尖儿呢？尖儿呢？来一半呢？那得来一半，10斤的多了。他说得中吧？行。那不好看吗？那连的谁呀？这是谁？这才不接，没中。等吧。等着拉，先拉。那你说怎拉？我那个要那个后尖后屁股尖，这个5块钱。你看咋拉？你说都要尖儿？对，都要尖儿。一两那么多都没有。是3块，4块啊？腰着的地方，那人家自己要4块。你能给这马上都拿去不？马上我就答对，是这么意思吧？对，跟那对。你腰这个能有多大了？来个，这呢？11斤。位置11斤8两。行，那就照这标准，就要这样的。这是2块的，完这块再算1块。来一个。你说这也多，去点。对，去点。真去。把这一块去了得了呗，丁振。啊，没啥。真去。对对，这瞅着整的。哥说你让哥咋去了？哥咋去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是。啊，尖儿学学那尖儿。这尖儿这尖儿学了完了，啊，哥说的。这12斤多点。行。那就3块是吧？完我再给你剃一块。行。其实这块拿的多好。这牛可怜。你正好够。那是那是元宝肉，那不是狗肉。一个扔一袋啊！我知道。我把这5块给我。好，那都一个价吧。还要别的不？你说。要半儿。就刚才这样的不中。这个那啥味儿？要三个呀？等一会儿中不？能等一会儿吗？快了，倒是。一小会儿的事儿。你别的还要不？肘子还不要吧？你家还要个瘦肉不？不要。你家那肉冰箱里还有老多。你家没吃了是吧？怪我熊熊没来了是吧？从厂里可以来一下子，这两天才有。这块喂你。
多好啊！好，先要了，完就最后等棒骨。下雨了，要下雨了，赶紧处理吧。都样价吧，中吧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处理吧。好，飞鸟把你给装袋。十块钱卖吗？嘿呀，这数是770，占你6毛钱，割割肉吧，行吧？不能占我妹子的。那可咋不要了？不要了！哎呦，不好看！这771多好啊，770。好，大骨头，完你等一会儿啊，给那个留下来。要不然你认去，给这围姑娘要不要？不要，我那个干别的用，必须要这样棒的。行，好，你这先送车上去。你能先把排骨给我剃了吧？我这马上能给你剃啊。得多长时间呢？用不着多长时间。这个给你啊，行，770是吧？770，棒骨给我留着，棒骨我准给你留着。人家骨没用了，都骨头了。没事，都在这儿呢。你真能气人，这排骨好好。人家这排骨都弄骨了。人那排骨拿来，要吧。这回骨你先别，给你姐这剪了得了。别给我剪了，都剪了。别给我剪了。不要！行了，好，383。好了，给我加的，我要的。给排骨剁了。这边一个彪一些。你还我这，你看年轻人还有说先彪小的。我不要上面外节了。人家先肥的，你先瘦。先瘦，量不好吃。真拉。真拉，万一拉都要这算。不要不了这东西，要这一定。太没工，是不是？啊，前条有吗？有。开刀吧，开刀。要多宽？有。就要这样，我明天炖肉去。不要万一啊。这肉你尝尝好吃不？先瘦。够没有？前条多少钱呢？那是383是吧？啊。千兆多少钱？啊，你是我啊？知道为啥不？多少钱了？15啊，430。来这边，要多少啊？30块钱的。3折。2折。行，再一折吗？再一折，再一折，再一折，行。你是跟那妹那纸相比？60，要多少这个？多不？好，40。这个来这个吧，少算点。我不想要那个。万一都要。排骨。好了好了啊。好不？瘦的。兄弟，多一块不要了。等一会儿，一会儿我给你量。这个40，那40，要多少钱呢？要不？这块不行，来中间来一刀，先把这刀给开开。太外行了。你看你上学上的好啊？恭喜收款，买肉你买不？买不好，上回给我那标那么厚。你单子给你标薄你得要啊。这边薄，这边厚，你要这儿吗？你看，买肉的依着你，不怨我，你知道不？你让我嘎哪，我嘎哪。行，先买，后面周末买。来，这么多，来一张20斤的。我开始挖45斤。上礼拜买还12，上礼拜，哎，正是这礼拜涨价，给40。你今儿一个干啥意思？说话。买油，给我腰着。刚才给你那个猪一来了，这鸟猪一啊？多少钱？排骨20。肋骨猪一呗。啊，没带骨的吧？好不？要不了一半去吧。好。要哪半个的？要这个是要这个？行不？要哪个？随你便挑。棒骨，棒骨出了两根了，等会儿啊，出两根。来这个，我着急了，这我知道，马上就给你弯出来，55。哎呀，
可以。这个肥的多呀。你这个排骨还得等多长时间？排骨正经得等一会儿。哎，我得这个、头里这个俺能片点对吧？这块给我。来，这块不用片了，姐你自个儿头。这一个红的。中。我姐说了算，是这个意思吧？瞅着腿长细是吧？这一嘎够不？还搁嘎前着不？那个大嘎，这两个都好。咱要里几多钱？咱要里几小时？你这来这一块没肥肉，就是15，站着就一层皮儿。看看这块呀，这不里几？这好不好？来个，这嘎这嘎比那嘎肥一点。这混着买是。要买个这个。你先压完那有多些，那刚多些四十多的，40多呀，别来太多了，我来50块钱儿的吧，你给我凑个整得了，再来个剩的贴上。大姐呀，你几个？不是，中了55，行吧？那块儿压过去，来块儿啊？那上面那块。哎，这块。好，哎，我现在多少？110。嗯。沙门111是一个110。那应该是15。这个其实没给，这个再买一件儿行吗？行，要多少钱？来一半。哎呀，55元。要哪头？哎呀，都真是碎了吧唧。你钱超了不睡，不叫钱超了，大姐。对对不？我酒驾。要这块儿啊？咱给你切开了，切成块儿了。行不？可以。好，你买60。3块钱一斤，5块钱俩。都圆棒着的，半股多少钱呢？80的，80.02。半股12。得半斤。